今天来示范大胃王。这意思是端午肉粽，你来包，我来吃。赖副总统卖公生气，他甲总友嘛敢在做？材料啊，前凤还有香菇啦。几乎全程都用客语对谈。赖清德穿上围裙下厨房，自己的粽子自己做，经典客家配料炒虾米、卤猪肉放了才够味。香菇一袋，香菇。哦，一袋住啦。多少袋？被你发现了，哎，对。别以为阿姨真的都没在看，包粽子最后环节，合上粽叶，一颗颗饱满肉粽丢下锅，重头戏开饭时间，赖桑一连吃了三颗霸掌，大胃王实力惊人。端午节一早直播用比例蛋，侯友宜率先闯关成功，但还有加码考题，快问快答。这个还要说吗？一生最爱的人是谁？是谁？这个陪我四十几的人，我的阿拉达。哦，求生意志很强的侯市长，下一秒抽中这题，最想跟绿白选战对手赖清德、柯文哲说什么？赖清德高赞高赞，开票那一天说，我有一动算，动算。端午佳节，蓝绿2024选手打空战，拼声量，立蛋包粽，就怕明年总统大选也要中。谢谢我马恩凯，立刻下载《静新闻》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。静好新闻。